第32题，下列器材名称何者正确？A. 甲干锅，这是错的。甲应该是蒸发皿，不是干锅。B. 乙陶瓷纤维网，这个是对的。C. 丙三脚架，这个是错的。这是我们刚才31题看到的铁架。D. 猪钉本身灯，错。这个钉呢是酒精灯，不是本身灯。本身灯也是一个加热工具，但现在国中已经不用了，这是错的。所以32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器材名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 乙陶瓷纤维网。